便宜的屋子，你嫌不够大。哇，终于找到大间的屋子你又了。嫌不够便宜哦。明白，安排。这个公寓在 JB 大曼莫内，有1500方尺那么大，再加2个 car park，才460千而已。而且所有的律师费，包括最贵的 MOT 都是免费的。MOT 是转名手续费，是要30000块钱的。通常发展商不会帮你出这笔费用，但是在这里，这笔费用包到完。这里的 facilities 很美，而且接下来的2年内 maintenance fee 也是免费的，公寓也已经建成，建设期间的 progressive interest 也自然的全数省下来。价格是这个公寓的优势，而且省下很多手续费，性价比很高。便宜啊，便宜的东西要再三验证哦。验证。这就简单咯，因为这个公寓已经建成了，比起看了漂漂亮亮的 showroom 就做购买的决定，这个公寓会让你心里踏实很多。比如你想要2306号这个单位，你可以进去屋里检查每一寸砖，直到你满意为止。来，你看1005方尺大不大？客厅有13尺那么宽，而且还那么长。厨房这边也很宽敞，有独立的空间，所以能够做 sliding door，放一个 L shape 的 kitchen cabinet 也是没有问题。厨房旁边这个 yard 也蛮不错大的，而且我很喜欢这个大房的落地窗，因为下面刚好都是 landed，所以景观很美。户外的走廊你觉得怎样？这是你每天进出家门的必经之地。这个发展商没有跟你吝啬，这里的走廊不是采用标准的6尺宽，而是直接加长到9尺。一走出电梯，你就能感觉这个公寓很得体、很高端。而且这个公寓只有150间单位，一层楼只有8间架，屋子之间的距离都隔得很远，所以你住在这边，你会感觉到很宁静、很放松。楼下呢，就隔壁而已，有很多商店、大排档、吃的等等，甚至还有托儿所。如果是两夫妻都是有工作的话呢，那楼下这些东西就真的很方便了。那达曼莫内这个地方也不用多讲啦，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 JB 热点。这个公寓离 CIQ 也只有10到15分钟的车程，又便宜又大间。如果你又比较喜欢宁静与放松的环境，马上点击以下的 link 联系我 Jeffrey 获取 eBrochure 吧。